社团法人台湾法尔禅修中心学会筹建台中教学中心，购置建筑用地券募捐款专户，银行账号合作金库银行城东分行0600-871-860-2600600-871-860-260，邮局划拨账号5020-13815020-1381，户名社团法人台湾法尔禅修中心学会，联络电话02-2506-791402-2506-7914。因为有您护持，正法得以不灭。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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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尼耶，坦塔哈嘎达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尼耶，坦塔哈嘎达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尼耶，坦塔哈嘎达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耶，坦迦塔哈乌昂阿达勒瓦达勒帕迦达勒帕迦布卢舍嘎帝嘎达利。将大力受大力合力行瓦力哈帝普拉塔哈帝普拉格拉玛帝伊帝尼帝希塔帝阿维塔帝希阿伽勒帕哈亚嘎瓦拉斯蒙阿帕吉利毗吉利毗迦哥帝呢迦那迦阿玛利迦帝那玛萨瓦阿帝瓦拉玛帝希达哈阿那拉拉阿那哈帝亚帝玛那巴哈帝亚悉阿希瓦哈耶，维沙瓦哈耶，萨利萨瓦哈吉维乌诃摩安迦帝，阿迦夏，尼迦夏，那迦那夏，萨迦恩迦，瓦哈巴陀悉，布达拉维。说哈，好，请各位换站。今天继续讲《金刚经》第29品，主要在说明如来什么叫如来。上一次大的。解释这一品，现在我们开始讲第4段。
解释名词。那这个《金刚经》的主角叫释不惑地啊，释不惑地，他是这个须菩提，有个要叫做空行者，要悟空第一的。这个花起，第二个把它是花起产生，用这个乌的长音呢，那就是减损减损啊，就让你所产生一切法已经减到空掉了，没有了。啊，那沙是地识啊，那地识是U呢，是譬如说实地一样的，在实地有相之中呢，已经减到最低最低的，等于空掉了。那这是以如如的根，不是以世间相的如如相，是以空性的如如性为根啊。那这个西坛这么解释，你就知道哦，他为什么要换作空啊？一切法没有，就是空生啊。空生是换意识的啊。如果用西坛的秘义来讲，刚刚说明了，就是你悟到一切法产生已经减损，让它不产生，不产生，做到最好，世间相都没有了，那就是如一如如的根所起的，但是它意识就换成空生了啊，一切法都不起。那就是空生了，解脱的住见就现起来了，那这个须菩提本来就在第三品就开始出现了，这里为什么重新再解释一下？每次的解释重点会不大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偏重在西坛的解释啊。啊，那你要研究它怎么读音啊？你看它这里有三种读音啊。第一种，它的少无要说了，少无那不念数了，如果是。是是直接念了，那就是譬如说这个 U 啊，那少无是这个古梵的念法，叫 SA 加 U 才变成少啊，少无无敌啊啊。那这个第二个欢第三个欢就有 SU 逐渐念啊的是不低啊，所以我们要看欢意的音呢，要看汉字啊，这汉字是唐朝的汉字啊，所以我们可以分辨是古梵时期的发音还是中梵时期的发音呢，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它的意思有差别啊，
啊，如果变熟就变 SO 啦， SO 就是你的熟地里面很多的滑如瀑流的属性啊，这个产生出来让你住性的根显现，然后你内心的一切滑减损到没有起来，就这种啊，所以叫做空生悟空啊。但是又有人翻善业啊，不以空来讲，就是你修行修到空证，就有无漏业，无漏业就是没有烦恼了，这种修行的善境界，有善业，也有翻善吉祥啊，善吉。善吉就吉祥了，一个修正到空的人对什么事都没有挂碍了，当然心很吉祥了，安定嘛。那这个翻的话要看英文的解释哦，就翻要读西坛音了哈。我看到英文呢，是读不出来了啊！那西坛读惯了 ，welfare 啊 ，happiness 啊，就可以讲他的善业、善吉祥啊。那后面的善现、善识、善见，这里善不是说你做好事情的善。说你得无漏业那种空性现起来了，你无漏业心不动，那个实性啊，善识是后面的实性，实性是空相啊。啊，我们常常在讲经典叫实体实相是无相的，那只有空才是无相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相，所以善识你要去了解它啊，善见无漏业没有烦恼的空性你已经可以看到了啊，现起来了。英文说 become 成为怎么样啊，成为心清净无漏啊，或者已经是变成怎么样了 ？being 啊，或者是啊，已经是成为这样，然后还有去啊，我们说。这个不好的呢习性啊都消失了，杠啊就消失了，或者过去了，现在心清净了，我变过去了，过去无明啊，现在清净了啊，或者善生啊善住 well-being 这个英文列出来，让你懂英文的人可以参照，那到底是在讲什么啊？不然有的这个汉译的名相很难去理解。如果你直接从西坛的片字去理解，那更好，要知道他原来在说什么啊。就不管他怎么翻了啊，这是从开头就出现的啊，这须菩提大般若经里面呢
都是他为主角啊。六百卷，我们知道说《坚律论》盘涅的第四个层次的修行，就是《般若经》，有一大部，有八小部，是吧？《般若经》就跨显密二教。如果你修到空性，你只得到解脱。如果你要从解脱中转入自在解脱，那就要进入有相中，能够自在。这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人才可以去悟。我们开悟的菩萨呢，那心不是清净啊，但是他可以自在啊，所以一下子要把烦恼种子像须菩提这样空掉，不大可能啊。那所以慢慢的调伏，那我有烦恼，但我不受他左右。有这种能力，你就是自在啊！啊，慢慢修，修到七八九十地的时候，就进入陀罗尼门喽。啊，所以密教的经典都以《般若经》里面的十相般若经，都是谈到很多的一个字的咒语啊，光念一个字就有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啊。这个就是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啊，所以你要先悟到空，然后世尊也在对这些菩萨，不管你走到哪一个境界，都要能够空有不二啊，不要一直执着空解脱。而是要让心，让你的自性依他起性，能随缘缘起。你如果没有破这一关，你后面的如来境界就体会不了啊，因为你只有一块石头，你不动心嘛，是没有烦恼了，风吹雨打好像没关系了，是吧？但是你现不了境界啊，所以菩萨呢，不是走这一条路。声闻、阿罗汉，有的人搞不懂了。阿罗汉跟声闻一样不一样啊？声闻从字义上来讲，就是你听声音。听人家讲经说法，然后悟道解脱了啊，不是从内心主观哦，而住得解脱。所以声闻，声闻就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今天送的啊。这个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那这是国语的念法哈。那个含要念作感啊，用台湾话去发音感。
感就是去，啊，去后面又加鼻音呢，叫感 ，G A 哈 ，G A M， 好，这是声闻，声闻是得解脱。那刚刚讲菩萨修住在，如果真的大小事都能住在，那是住在解脱啊。所以菩萨要学空有不二的修正，不应该朝声闻啊，这个悟到空为主啊。那反过来讲呢，你说我要行菩萨道，我学菩萨法，那你连空生都现不起来，你连解脱都做不到，是吧？那就是女菩萨了，助救不了，还想要渡人呢。那很多都是这样子了。所以如果真的是菩萨，那他一定过去世哪一个时间修过声闻了。这《大般若经》有讲的啊，一切的菩萨不是从空生跳过去而成菩萨的，没有这种人了、啊。一切的菩萨是从空生证到空解脱而来的啊，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才能跨入菩萨，后面就陀罗尼门啊。啊，菩萨接触的就要用陀罗尼去悟道，啊、去理解。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手不呼底息，一个字一个字在分析，那就是陀罗尼啊。啊，你闻这个法跟它的声都在里面了，它的义理也在里面了。啊、所以你要背500个陀罗尼，才有一点靠近实地菩萨，啊，7月5号就要讲这些了。啊，那、啊、你说我现在煮一个陀罗尼，两个、三个，那还搞得不清不楚，只会念，也不知道在念什么，啊，这个根本空生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末法时期呢，大家喜欢什么啊？为什么要出素食面呢？他不是真的是菩萨再来，或者空生再来，他是想出素食面啊，又快，又简单好吃啊，又有大果报，就是肚子填满啊。修行没有这种事情了。你做什么事都有它的因，都有它的果。啊，所以你是真的菩萨，一定是走过声闻的境界。那既然声闻，你就戒律清净，是吧？你在行菩萨也不为本身的行为，这是根基雄厚了啊！戒律清净，才能做菩萨。不是说我要行菩萨道，我随便可以乱来啊，对吧？你说这个什么空有不二了，什么这些人道理搞得颠倒啊？好，那我们重新复习这个娑菩提，让你了解。那西坛的意义，跟他为什么要当主角？因为他是跨在重要的转折点，悟到究竟空了，回过来就要进入这个有相啊。而进入有相，离不开密法，而密法离不开缘起。